为照顾弱势家和女性，并提悬社会大众对外境产者的关注。女性企业家蔡慧英女士今仔日捐赠30万，予嘉义县物资银行购买女性用品，打造女性大型专区，由县长王章良代表接收并颁发感谢状，感谢企业用实际行动关怀弱势女性。该县长王章良表示，根据统计，台湾女性一生平均开费大约新台币90000元购买生理用品。对弱势家庭来讲，这个青春期后的额外支出是一笔不小的负担。女性因为经济困难，可能无法度取得充足而且适当的生理用品，连带影响到行动自由、甲身体健康，也即是影响其生活支出而衍生的社会问题，造成月经产假现象。性企业家蔡慧英女士捐赠30万，作为嘉义县物资银行购买女性用品之用。如果符合申请资格弱势家户，会当无计入点数领取女性生理用品，减少购买的开费。弱势团体，咱社会局补助是每个月有1000点的补助，但是我们这个卫生棉是没有扣点的，需要的话可以自由的来取得，向社会举报备自由取得，所以这一旦放心，这袂靠到伊每个月补助的点数。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捐赠仪式是由我们仁义潭大酒店，我们蔡姐蔡慧英所捐赠的那所谓女性的生理用品。那实际上这个捐赠表示台湾已经进入到开始关注到个人，包括生活的一些问题。那大家知道，实际上很多的女性因为生理上的需求，所以她比一般的男性每个月要多开销生理用品。那对很多弱势族群来讲，这是一笔额外的开销。那也有可能很多的弱势，那我们很难想象，那可能她因为经济上的问题，那对于生理用品，那可能没有办法像一般比较经济好的，那能够那么样的一个注重卫生，或者是没有缺乏，那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关注到这一块，那我们会在很多的公共场所，那包括透过物资银行，那能够让大家免费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生理用品。蔡慧英女士表示，安管长为担任社会局局长以来，都非常关怀弱势，尤其最近推动的长照服务，以及嘉义县物资银行深受感动。嘉义县物资银行非常用心，提供的物资也非常多元，也希望提供的物资拢是上好的。又鉴于弱势家庭女性需要有生理用品无同的开支，这次捐赠项目以女性生理用品为主。会当无计入物资的点数，也希望多种的样式选择，有需求而且符合申请资格弱势家户，拢会当到物资银行领取。希望借由这个捐赠仪式，有更多民间企业参与。新闻新闻中来新嘉义县采访报道。谢谢妹妹，谢谢。